在巅峰赛惊现无敌点位，从底层掉落竟然可以站在空气上，这到底是刚毅仇人还是刚毅爱人啊？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粉丝投稿吧。太残忍了啊，菜鸟笨笨上一秒都准备以身相许了，下一秒瞬间希望破碎，喊赖你这样玩，晚上睡觉最好睁一只眼。打出鬼子，后面就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不信让我看看。鬼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的样子啊，这下确实只有鬼知道了。百姓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了？那这是在搭铁还是在管差异？那泡到什么电量啥都没用，前面那亮的单一直在飘，那个货箱是大滚在这一直飘，后面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一次，爆狗单啊，给下单，原来都中了。刚毅你看看，这是巅峰赛不是垃圾场呀，怎么一开局就和垃圾车倒垃圾一样呢？你说说这巅峰赛还怎么玩？刚毅果然在 bug 里做游戏呀。到底是谁告诉我的新赛季皮肤像张翰的呀？我现在已经走不出来了，我看着这个大烟熏妆满脑子都是张翰，我还怎么面对这个皮肤啊？重金求一双没看过的眼睛，救命，重求一双没看过这个视频的眼睛。本来还觉得小黑蛋挺可爱的，这下可好了，完全走不出来了。该不会上线之后他的语音包就是这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张图，这张图有透击点啊，我们直接跳到最下面，川魔死了但我没说啊，先找到4×4点位，然后找到这个块，然后站到中间偏外的位置掉下去，死不掉，四个位置都死不掉，四个角落都可以尝试。不是吧，这张地图正下方居然有空气墙，让我看看。哇，没想到真的可以，最下方四片区域都可以，站在4×4区域最里面这块，然后偏外一点就 OK 啦，亲测有效，巅峰赛快去偷鸡试试看吧。 Nice， 阿文你再不能立功，不是上天赋予你，而是直播刚一爱人操作，估计小黄蛋都傻眼了。还有就是二倍速下真的好像跳绳啊。看来实力派还是敌不过运气派的玩家，毕竟刚一爱人才是天下无敌的。今天早上一大早刚上号，奶酪哥居然就来邀请我打巅峰，我迷迷糊糊的就接受了，可是他居然嫌弃我，还说我技术差，比新手蛋还菜。哈哈哈，老妹儿早上好啊，一大早就收到我送来的上分大礼包，高兴吗？高兴是高兴，就是怎么突然想起来跟我打巅峰赛了？这不是好久没和你一起玩了，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吧，这再不跟你一块玩，我就怕你真要把我这个哥哥给忘了。怎么会呢，忘谁都不能忘了我奶酪哥啊。行，你倒是跑快点啊，这难道太久不玩技术也变菜了？奶酪哥你放心吧，我最近技术可是提高了不少，绝对能。你这水平下滑很严重啊，说实话我前几天碰到一只新手蛋技术都比你强啊。怎么可能，我就算没奶酪哥你厉害，但是总不能比新手蛋还菜吧。这可说不准啊。那你说是哪只新手蛋，我还不信了，你就是 bug 是吧？没错，我是 bug。 听说你是个实力还不错的新手蛋，我要跟你单挑。啊，跟我单挑？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？我哥说我技术不如你，我不服，所以就来证明一下自己。你哥是哪位？连我哥都不认识，看来真是个新手蛋啊。我哥是奶酪，我叫醒醒，所以你到底跟不跟我单挑啊？哦，好吧好吧，待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。到底谁哭鼻子可说不准呢。
Light the fuse and step away. I feel an every new emotion. Turn me loose, I can't play. 不应该啊，奶酪哥不是说他挺厉害的吗？就这点水平吗？我还以为你多强呢。你等着，我去摇人。让我看看谁欺负我小弟了呀。黑猪大哥，就是他，他找我单挑还虐我。灰灰，原来你就是他大哥，这才多久没见你就说小弟了，那你就跟你小弟去玩吧。行，宝儿，你听我解释。一张非常适合雪王游玩的双人默契图，今天叫上范特西来一起体验。哇，没想到他也用的雪王皮肤，开局这里可以 cos 樱桃小丸子，合张影。准备开始游戏，第一关我踩他跳。不小心脚滑了，呜呜，我的帽子丢了，你再陪我一顶。好，你跳过去我就陪你。趁着范特西还在过关，赶紧去蜜雪冰城线下店领取一波奖品。7月6日到7月23日，只要在蜜雪冰城门店购买蛋仔雪王联名套餐，就送贴纸和限量版徽章，还有机会参与抽奖，获得雪王的皮肤兑换码。不喜欢朱莉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呀。不仅如此，通过小程序购买联名套餐优惠多多，而且可以换购精美联名限量周边，这个毛茸茸的贴贴公仔和墩墩桶真的爱不释手。听说还有联名款杯套和封口膜，就连外卖袋也是联名款。主题店内到处都是蛋仔和雪王的身影，只可惜这个桌子不能抱回家呀。和店员对暗号也可以获得限量周边。哎，给给给，暗号正确，奖励徽章一枚，简直不要太酷，嘿嘿，把这个送给范特西，他肯定满意。Nice。行行，你快一点，轮到你过关了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第二关更有意思，需要对方配合两个按钮轮流踩。等我们过去后，用相同的办法帮助范特西过关。第三关非常考验配合，两个人必须同时起跳，稍有偏差就要重新来过。过来之后用弓箭射星星，一边六个，如果队友太菜，那我们可以帮帮他。走迷宫这关也是非常有意思，一人在上面指挥引路，另一人在下面触发四处机关。快到终点了，这一关需要让蛋搭子跳下去当弹球，碰触中间瓶子10次，脚下就会出现瓶子道路，非常考验对时机的把控。如果操作不好，就只能让蛋搭子多挨一会儿打了。终点前有很多家具，可以和蛋搭子一起装修自己的小家。这么温馨的地图，快叫上你的蛋搭子一起通关吧。